另一件事就是这个英国国会报告啦、就说这个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咁啊，搞到三立呢啲媒体好开心啊！但系呢份只不过份即系点讲咧？地区形势评估报告嚟嘅啫。地区形势评估报告系印太形系综合应该咁讲，嗰个叫做倾斜中的天平。咁然后就系一个嘅印太形势综合评估嗰份嘅一份咨询嘅一份文件嚟嘅啫，就系俾好多嘅背景资料，即系公开嘅一份国会调查嘅背景资料，就系交俾呢一个嘅外交事务委员会，当大家要讨论印太形势嗰阵时咧，最真实佢哋知道嘅嘢系啲乜嘢嘢，就系咁样用嘅。系啊，呢个就系啦。傾斜視野 Tilting Horizons、The Integrated Reviews and the Indo-Pacific、就向印太地區傾斜的政策，如果要成功的話呢，就需要對中國呢採取更加協調一致的態度。這個就是英國國會對其暫明的施壓。這個時候他去 release 這份報告呢，就很明顯是明顯的施壓了。這個就是所以包都話，其實英國係多元政治，你唔係就係一個內閣玩曬嘅。你如果你睇 Alicia Kearns 嘅咁，其實佢好後生嘅啫，卅頭卅中咁樣嘅啫，然後佢已經係可以領導緊，即係成個呢個保守黨嘅外交事務委員，保守黨領導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出一份咁嘅報告，去到叫你及實其暫明嘅喎，黨內自己本身都有個權力制衡喺度嘅喎，係。是啊，即这个都是保守党的，其实是。那他自己有补充的，就是说啦，首先呢，即他建议一样东西，就是那个 supply chain reform， 即是其实那个叫供应链的改革。那么供应链改革呢，那其实这个就是，其实这个也都是 G7 的立场来的。即是要即是要扩阔，即是我哋多啲咧，即係其實去買嘢嘅呢啲國家嘅選擇啊嚇。De-risking， 即係簡單啲去風險化，就係話你未必需要全部嘢係去曬中國嗰度買，你可以去東南亞多啲同台灣合作，唔係多啲同印度合作喺海事上面嚇。跟住仲要咧，就要建立一個咧，就係嗰個外交學院啊，係嘛？去改善啊！而家咧政府啊，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印太策略啊，印太戰略嘅政策啦，即係要特登成立一個專責嘅 NGO 去到做呢啲咁樣嘅地區評估，即係你因為外交學院係即係叫做進修多啲印太嘅常識啊嗰啲嘢啦，咁然之後佢最重要係講台灣啊嘛，我哋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一個嘅睇法啊嘛。其實他只不過是公開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識出來的，但他定性在台灣就已經是被承認了，是 has been recognized 喂，即是 by any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即是他是說他是一個國家來的，喂，他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的名字就是中華民國，有了即是一個國家應該有的東西，就譬如你說什麼 statehood 啊，即是永久的人口啦，他有那個固定的領土啦，土地主權人民，是啊，即是我們經常說政治學啊，怎樣維持一個即是承認一個國家獨立的國家呢，有兩樣東西的，有兩個組成元素，第一個組成元素就是內部的主權 internal sovereignty， 另一個就是外部的主權，就是 external sovereignty。internal 嘅咧，即係內部主權啦，就係頭先 Alicia Kearns 引述呢一份報告入邊講嘅嘢啦。有政府喎，有貨幣喎，係咪有人口喎，有曬國家功能喎。嗰份嘢係第40頁，係啦，入邊咧嘅嘅第二，即係講台灣，係概括台灣嘅第二段嚟嘅。第一段其實就係先至真真正正刮咗共產黨一巴。第一段講緊嘅係乜嘢嘢咧？就係話台灣一直當共產黨一直話擁有咗台灣2000年，
佢哋嘅講緊翻查翻歷史，就只不過係喺清中葉清嘅初中葉嘅時候先至佔領台灣，真真正正開發台灣係講緊呢一個嘅十九世紀中葉嘅時候。咁所以本身你話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嘅一部分呢一樣嘢，本身已經係站唔住腳，反而台灣應該係一直都係化外之地。咁跟住話歷史就唔好講咁多啦，就講再講翻落嚟下一段先至係講翻頭先我哋而家熒光幕入邊show緊嘅呢一樣嘢，亦即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喺國會經過呢一個嘅歷史學術調查之後，學術研究得出嚟嘅結論就係、無論係現在過去將來唔知啦，起碼係現在同埋過去，台灣應該都要獨立咁樣走去睇嘅。咁呢個咪就係令到阿祁湛明好尷尬啦。喂，你國會講呢啲嘢喎，你算點啊？係嘛？嗱，即係你唔係佢最重要係講咗呢一樣嘢之後咧，未來既然講得印太本身點樣嚟㗎？就係講緊要強化翻日本同埋印度，以至到東南亞嘅聯繫。咁大家喺軍事上面係會多啲合作。呢、這個合作係用嚟做咩？圍堵中國。咁中間係有一個接駁點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大家都好尷尬，唔想走去處理嘅嗰、那個係台灣。咁所以咧出呢一份嘢 ，OK， 你祁湛明走過去同阿韓正同阿王毅講得好，唔係一個問題。更重要一樣嘢就係未來英國應該要喺台灣入邊都要有份出聲，呢、個先係往後嘅定調。咁所以咧，就其實你祁湛明咧好極有限啦，即係你想出賣，如果你話想出賣國家嘅立場嘅話啦，佢而家呢個時間，佢就專揀呢個時候去出嚟一份報告啦。咁咪就係扛住你嘅咯，或者制衡你嘅咯。又或者咁講，英國成個嘅團隊應該同美國拜登嘅團隊都一模一樣嘅。佢哋嗰個諗法就係俄烏戰爭搞唔掂，資源冇咁多，但係知道習近平呢一個人咧，就面對住越嚟越大嘅社會經濟危機，佢一定會對台灣喐手，呢個係遲早嘅事。但係佢哋有需要做嘅就係、爭取翻一個嘅時間就做準備，咁所以我哋尋日講緊雷蒙多又好，耶倫訪都係訪過華嘅，跟住今日係輪到祁湛明就走埋過去，某程度上係安撫翻習近平嘅內閣嘅啫。咁但係安撫得嚟咧，唔代表英國係冇做任何準備。英國唔係淨係把口同你講，我同你會係 friend。咁但係如果你問翻啦，喂，即係我哋即係星期一嘅嗰個直播二都有講過啦。連最乃共最唔想走嘅昆山台灣佬都走緊，你估淨係得美資施壓咩？歐資走唔少㗎。咁啊。